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！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张碧晨。哇，我刚在你的彩排现场已经一直是 into star into star， 他们都叫不回来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中秋一定要许愿，我们也拿了一个蓝色的气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起到我们的许愿区吧。来，在后面。这怎么着缠着是吗？对，我们先到后面的许愿区。来。好，中秋拜月心愿通通实现。我们碧晨老师先把自己的心愿，我们写了一个什么？天天开心。开心当然是最重要啦。那我们挂在我们的右手边吧。好，挂上去就说明我们马上就会实现了。好，哇塞。好，那同时也请您抽取一位网友的心愿。没错，月亮也许不知道今天它最美，但它一定知道它能够收集更多的祝福和心愿。这么巧。对啊，就这么巧了。这个网友是我要张碧晨签名照，我要我要我要，话说三遍，大理寺少卿真远道。啊，这位网友，哎呦我的天，您要的有点急切了。没错没错，咱给吗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吗？小事儿，没问题是吧？对，而且美好呢是心之所往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让他收获到心目当中的小美好。但是美好的生活呢，其实。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环，所以呢我就会推荐他使用我们的蓝月亮至尊洗衣液。它不仅有我们的浓缩加配方，而且能一秒速溶于水中，完美配合快洗模式。是的，它不光满足人们日常快节奏的生活需求，同时还起得超干净无残留，是追求美好品质生活的至尊选择，帮你实现美好品质的生活。那接下来我们请碧晨姐到主场吧，到我们主场去吧，走吧走吧。实现了的扎掉是吗？是，实现了要放飞。放飞。好，走这边。好嘞。好，那碧晨姐，其实我们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好的。今年参加晚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很特别，因为我还没，就是因为以往的晚会的舞台可能都是那种 LED 屏啊，对，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升降啊。对，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块的那种感觉，那这次的舞台就是一个月球表面，所以很特别。好，那第三个问题，说出五个带月的词语。月亮、月球、月饼、水冰月。好可爱。皓月。哎，非常好。哇，这个最后这个词说的好，好有文化，我的天。也祝福大家，对，也祝福大家，梦想比月亮圆，日子比月饼甜。好，是的。那下面的问题有一点点难了啊。好，稳拿各大 OST 情歌唱将的你，最想给自己颁个什么奖？开心奖。就主打就是开心。对。那我们下一个问题，11年都出现在湖南卫视中秋晚会的老熟人是谁？蓝月亮。对，因为蓝月亮和湖南卫视中秋之夜，我们携手已经度过了11个年头了，好长情哦。对，好，那既然是我们中秋晚会的老熟人了，对于这一次啊，我们的主题是飞向星空和月，那碧晨姐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话题？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主题，然后就看到这个主题，然后就想到那个梵高的画。刚刚碧晨姐提到了画，特别喜欢画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机会，可以让你在扇子上面画画。哦。就是现在特别火的漆扇。哦。对，就在我们的舞台右侧。好的。对，然后我们会有老师进行指导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还有个学徒进行指导。还有学徒。好的，好的。DIY 一下，DIY 一下。来吧，来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的。欢迎张碧晨老师来到我的小摊。哇塞。Okay, 我们可以在漆扇上面写个名字，然后写上一些祝福语，因为我们这个扇子是送给粉丝的。哦，对。那在碧晨姐写下祝福的同时啊，也请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至尊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，那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可以参与互动，就可以体验至尊礼遇，共享洁净中秋啦。好，我们看，好，我们可以展示一下。你好粗。祝你今儿个开心，是最近举办的对我演唱会的主题，对，也是非常的应景哦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把这个扇子倒过来下入来，啊，对，好的，开始旋转，转起来，啊，对，慢慢转，转起来，到底稍稍的侧一点，好，从这边出来，拿出来，这颜色好清淡。
好清淡，旭日东升，旭日东升的感觉。我们可以去这个大圆月亮旁边拍个照。好呗。哇哦，这张好看。那这个扇子就留给我们，谢谢送给粉丝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对，也请病人可以去我们的休息间去休息一下。好的，哎呦，那期待你之后的精彩表演。好的，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下一个来到我们。